来感情亲像冬天，寒冷的你心无我无依，痴心的等待到底要到何时？有一个查某仔人困伫个公车亭啦，你敢有看的？我唔知安尼真危险。对对对，安尼足危险的呢。老武功相把每朵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进来用我的一条命换你的性命，我感觉自己真有价值。让我用一生等待，但是我不信要每一个烈度的日子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丹哥，你别烦恼我，我要找一个跟我真心相爱的人。你别阻挡我寻找我的幸福。我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喂，我在喝酒，你过来陪我。今麦林刚好不？我人不爽快呢。我朋友都在，你不过来，我很没面子。啊，不过我今麦……伊玛，我真你开。好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随过去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如果还想要听到什么歌曲？欢迎大家利用桌上的点歌单，尽量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歌。那如果我会唱的呢，就尽量帮大家演唱。谢谢。接下来有朋友想要听到这一首，明明。接下来呢，就为各位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。这一首歌曲刚刚跟我现在心情是一模一样的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专属天使。天使在人间。
满愚蠢鲁莽，而你纤细善良，怎么让你为了我被痛伤？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颠覆我不安。明明，一点脸红。敢想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爱原来在前方。哦，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当真，我真的认为跟你分开对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想不到害你更加痛苦。我哪里还需要别的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拜拜。人呢？明明，你别走，我还有话想要跟你讲。我找林明明小姐，我是吕元斌。吕元斌先生，请问你敢愿意原谅林明明小姐？伊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，希望甲你讲一声实话，你会当原谅伊无？小姐是我一世人的专属天使，我哪忍心看伊替我咧艰苦。我自己哪会当害你，害我这么伤心，害咱这么为难。我不应该用我自己的情书来对你拍下手。我有认真想过，以后如果遇到爸的代志，咱应该好好面对。好好想办法来解决，好不好？以后不能够忘记啊！你这两天已经拢无睏好食好啊，我等一下去食饭，当作是赔罪，可不可以啊，老婆大人？嗯。啊对了，你刚刚看到小鱼？
无啊，奇怪，拄仔坐这啊。伊有来哦。是啊，我今日来这唱歌，就是介绍的啊。哦，应该是有代志先走啊。啊，恁当时搁拄着的。啊，就迄天咱冤家了后，我走去遮啉酒，伫遮拄着小鱼的。哦，啊恁。 喂爸，资料哦，迄资料可能公司呢。好啦，无即马等于公司摕。好，你放心啦。好，拜拜。妹，我来甲人讲生理啊，临时叫我等于公司摕资料，较等于再食饭好吧？好啊，我是快要紧啊。 唱歌的，有钱拿，我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有啊，给你啊。哇，来一首有份，好不好？大家有的拿。来，给你。哇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，来一首歌。每次来都这么大手笔哦。算什么啊？来一首歌，来一首。哎，你常来酒店喝酒，你明明都不会生气哦。对啊。玲玲，谁啊？ 八百人就分手了，好不好？生什么气？我又说错话了，我这边我喝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是哪一家 model 还是大明星啊？我已经叫他过来了，你等一下看到就知道。啊，不要讲了，喝了，喝了。好，来，干了，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很晚，各位。哎，各位。 这是小鱼，这是我好兄弟们。啊，你们好。Hello。我知道，你的光不错哦，这个身材有辣哦。小鱼，你太晚来了，得先罚三杯再说。哎，罚三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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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因为我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不能喝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那么扫兴，我叫你喝就喝，你跟我说什么啊？可是我不喝，是不给我面子的。对啊，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好，那我喝。 再喝，聊到酒。厉害吧？我喝一杯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喉咙痛，不舒服。我说三杯就三杯，喝。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没喝吧？没喝。 听话哦，哎，你要不要划拳？我不会。来，我来给你划。好，来啊！五、十，哎，输了。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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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酒。你喝。我已经喝三杯了。可以。 哎，再来，十，输，来，就不信，十，输，哎，你又输了，再喝，再喝，再喝，你喝，志豪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真的身体不舒服，我叫你喝就喝。
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你家不舒服就不要勉强人家了。对啊，不然你等下回去就惨了。叫你喝，就给我喝。可是我。我就求生死了。 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舒服，我不能再喝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才喝几杯，你酒量我这么差吗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啦，别生气了，我们去别间续摊了。走啊走啊走啊！志豪，我好像发烧了，我先回去休息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已经约好，你伤什么性啊？可是我……莫尼多托，伊达克奈纳。 走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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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楼之后，直到到底就看到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小玉，小玉，你有要紧无啊？啊？林哥，你那在家？我来送资料给恁爸啦。啊你，你早起上班了？无啦，我跟我男朋友做回来的啦。啊，你有要紧无啊？啊，你面色奈看起遮尼歹？ 无啦，我就啉一寡酒。一寡酒？你规身骨拢酒味，你到底是啉偌济啦？啊，你男朋友咧？我来叫伊紧带伊转去休困啦。好啦，我知影，你放心。小月，是安怎你拄则要离开拍戏时阵，你甲我讲一声，要阿妹妹有来呢？ 小鱼，是谁啊？啊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小鱼的朋友，我叫阿斌。这是我朋友阿斌。阿斌，你听无台语啊？唱歌那个？哦，原来小鱼有跟你提过我啊。小鱼，你的眼光就这样，这个人。 值得你爱的死去活来的。志豪，你不要说了。先生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什么误会啊。小鱼他以前的事情，全部都跟我讲。那是过去的事情嘛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不可能会让你来影响我跟小鱼。还有你，不准给我胡思乱想啊！志豪，我们走了。啊，走了啦。 干嘛？你做贼心虚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就让我跟你前男友好好讲一下啊！你怕什么啊？先生，我跟小鱼现在真的只是普通朋友，你不要误会。我跟我女朋友讲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说话不需要这样吧？干嘛？干嘛？跟我抢女人啊？啊？你跟我有讲话啊？ 你别去跟人家生气，我跟你讲。阿斌哥，失礼了，你头拄仔啉酒才安尼啦。说什么啊？志豪，大家都在楼上等我，我们赶快走了啦。我现在给你算那个账，走。 小玉不是讲伊的男朋友对伊足好的，哪安尼啊？
看他的眼神，根本是旧情复燃。你还敢说没什么啊？我跟他是不小心遇到的，而且他已经结婚了。我刚打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店里听他唱歌？我只是去听歌而已，又没什么。啊！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以为你什么身份啊？你凭什么在外面给我乱来啊？ 我没有在外面乱来，不管是谁在上面唱歌，我都会听啊。你少废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女朋友，就可以放肆。你表面上是我女朋友，你实际上只不过是被我包养而已。林志豪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 你还不懂吗？我每个月在你身上花的钱，你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有哪一个不是靠我？还有，我还给你钱让你开店做生意，你说这不是包养，是什么？所以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难怪刚才我在酒店。 我已经说我身体不舒服了，你还要一直逼我喝酒，原来你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我在你心中就只是一个被你包养的女人。如果你跟我交往，只是为了要糟蹋我，把我当成你的玩物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勤的追我，让我以为我会被你疼爱、被你珍惜呀？如果我不献殷勤。 你怎么会心动？我又怎么追到你呢？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的感受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哎。对我来说，女朋友跟被我包养是同一件事情，只是为了让我开心快乐而已。 既然如此，我们分手好了。我不想当你的玩物被你糟蹋。我改掉。我说我们分手。小鱼，你妈妈她生病了，她需要钱。 现在我们的情形是你情我愿，我付钱，你听话。你以为你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你吃好用好的，你妈妈每个月的生活费都不需要任何代价。好啊，你想要分手是不是？ 那请你把欠我的全部拿来。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，不要再逼我做我不想要做的事了。傻瓜，你表现得好一点，我当然会对你好一点啊。啊？还有。 今天在酒店表现得很不好，我很不满意。你让我在我朋友面前很丢脸，嗯？还有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络那些莫名其妙的前男友了，我很不喜欢，知道吗？莫尼多托，尤奈卡萨，我干达。 知道了。都死了。
我毋知影小鱼即摆人安怎，我即摆若搁安尼卡过，敢会搁害因冤家啊？不过我是袂放心的。 喂，小玉啊，我阿斌啊，你即马敢有通讲电话？哦，会用啊，我即马一个人伫咧厝诶。哦，你人有较好无？无代志啦，我真好。安尼哦，我问你哦，你最后回去时阵，你诶男朋友敢有对你讲啥？哦，无啊，伊无讲啥。 伊送我回来以后，伊就转去啊。我是惊伊会误会啦。袂啦，斌哥，你想伤济啊啦。伊今日是啉酒才安尼，平常时伊拢对我足好诶。小玉，你是安怎样？无啦，我着感冒。 那三三八八，我白个安尼胖胖哦，真好食哦。好，阿慧做了。哦，好。我先来晒房间。 这吼，我一人吼，一个囡仔偷过，怎么笑到那一粒灰？妈，我笑。开玩笑啦，阿边想爱食这回锅肉，差不多啊，再来炒三颗。哦，好，阿看两个再去一个就好啊。好。炒炒。 今天就一定在做事。啊，来了。哎，阿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。等一下。啊，你这门开开，我等下门坑坑啊，更加久。哦。嘿。我卡在屋里。 阿斌，这些菜拢是妈教我煮的，我是你爱吃的。有影。 哇，多谢老婆啊！啊，你跟他吹讲多谢，也无管你弟弟叮当。嘿，恁某特别煮这菜是偌认真咧学呢，是安尼煮法大来教细条官，你知哦？还是你对我做的菜无信心？无啦，哪有？我是咧看多一项菜较好食，我才准备来吃。 哦，有进步呢，是不？嗯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嗯，干嘛？干嘛？我抢女人啊！啊！你跟我就讲话啊！你卖气甲动手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哎。
明明啊，妈妈拄仔整衣的时阵哦，袂记你放内缝，你遐放内缝才着味嘞。你去巷仔口哦，走一撮好。好啊好啊。免啦，我来去买啊，你陪妈食。哦，你卖计较。你哦，含内缝甲柳丁都分袂清楚，人搁想要去。明明啊，你去买一个。小刀侠哈。对，谢谢哦。拜拜。哦。少年，你拄只安尼狂心狂心，你想啥？无啊，我哪会想啥？无。无？你我说呢？你咪是要骗我啦？目睭小，你嘛知你有代志。我是甲妈讲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妈，我去上足疗的时阵啊，我去酒店拄到小鱼啊。啊？你讲小鱼在酒店上班哦？不是啦，小鱼甲我讲是陪男朋友去的。那哈奇怪，哪有查甫人叫家己女朋友去酒店啊？哎呀，我嘛感觉足奇怪的。啊，之前小鱼就甲我讲，伊男朋友足照顾伊的。我拄只看的时阵吼，伊男朋友对伊态度足歹，我是烦恼讲吼，小鱼是不是有啥物苦衷啊？啊，歹势甲咱讲。哟，干咪安尼？不要紧啊，小鱼哦，袂甲我讲袂使，恁讲哦，我再叫伊来问看卖。嗯，再问。阿斌啊，嗯，妈甲你讲。人小鱼哦，决定要甲谁做伙，那是伊的自由哦。你即马已经结婚了哈，上好离伊较远嘞。无论你要做什么代志，你都要替哦美美弟弟小想一下，知无？哎呦，斌妈，你想要倒去啦？我甲小鱼是朋友，啊，我甲关心一下嘛是应该啊。而且美美也知影哦，嘛赶快安尼做啦。我听你咧讲，莫多家己想家己对啦。男女之间的代志，唔是你想遐简单啦！你唔当袂记得嘞。你之前哦，要甲小鱼交往哦。哎呦，亲爱的爸妈，你嘛帮帮忙好不？我一直甲小鱼当作是我的小妹啦，我甲伊根本就袂安怎。你莫大概拢安乌白想，你若阁继续安尼乌白想哦，我有啥物代志拢莫甲你讲啊。好啦，莫唔得莫嘛。哎，你保证袂大概安怎？哎呦，袂啦哦！来来来，讲一讲，讲一讲哈。真正袂使哦。啊，真正袂啦，妈，来来来来来。我妈一直搞假演讲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小三啦，小三，来来来哈。本营所有公共设施重新检查过，你讲怎？我已经请保全公司将所有的公共设施都重新检查过了，而且每三个月要求他们检查一次。真好，我不希望再意外发生。大队长，我已经为监视器画面找到破坏椅子，还抄袭是受伤的肇事者啊。画面在哪里？这些刚录到的。温大嫂办出院了没？刚刚才离开，已经办好了。王主任，麻烦你把这段画面传到我手机啊。哦，没问题。是的，爸，啊，你手也袂好，你告我别留落来照顾你啦。我刚刚一只手受伤尔，一只手还佫有法度照顾我家己的啦。唔过爸，好啦好啦，
卖烦恼我的代志。为着要等下顾我，和恁大嫂安尼对你安尼无谅解，我看以后你林家日子你就歹过啊。当初我若卖答应和你等下顾我就好啊，起码那代志安尼转代志了了。哎呀，爸，阮大嫂代志哦，迄是意外，你卖自责啦。哎，阿哥再讲哦，阮厝遐尼侪人当照顾伊，我看阿叔什么人来照顾你，好不好？爸。啊，国华就安尼讲啊，你就给我留落来啊。你哪会安尼啦？那国华咧，处处行行拢替你咧设想，你作为太太的人呢，哪拢无替伊咧想啊？厝内底发生这么严重的代志，你唔敢厝内底斗三工，搬到后头厝咧住，安尼要钱唔哦？啊，甲你阿嫂对你哦，会愈来愈无谅解啦。总讲一句，你今日一定爱回去。好啦，爸，你放心啊，我弟吼，啥物没事都会过来啊。国华，我相信你啊，有你弟吼，爸就放心啊。好啦，时间无早，咱回来去。行，你扶爸，来走吧。免啦，无遐严重啦。好啦，免啦。这是搁咧画啥啊？老师叫我们画兄弟姐妹。这个小朋友是我，然后这是信安，这小不点是贝拉阿姨的宝宝。你无带无去，搁画贝拉阿姨的宝宝是不是？阿公，贝拉阿姨的宝宝虽然不见了，可是他还是我的弟弟或妹妹啊。小豪。恁爸去接贝拉伊回来吼，啊，确定啊，你是唔当互伊看到甲有宝宝有关的物件哦？对啦，对啦，公告诉你哈，贝拉阿姨的宝宝刚刚没有了，所以不要在他面前再提宝宝的事，他心情会不好，知不知道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乖，陈志扬，你偷的不能是咱的呢，一定要想办法提回来啦。那都无，咱后摆就无法度翻身嘞。母啊，甲阿兄都打这硬啊，我想着我都头壳疼。啊，咱一个囡仔无去啊，啊，土地无摕转来，要哪会用？爸爸，进来。大妈。对啦，人有较好无啦？有啦。有较好啊！啊有够，那会看起安尼神叨叨啊！啊，医生就讲吼，又较稳定啦，啊，休困一下就好啊啦。啊，我别啦，你先去你休困啦。妈妈，我先去你啦。哎，别啦别啦，我有给你订一只鸡啊，要给你补啦，啊，搁等螃蟹给你吃啦。哦，多谢妈，别啦。啊，你莫客气哦，妈还连哦这么疼你嘞。嗯，啊，不，你意思讲我拢无听伊就对了。无啦，哎，我想妈，我知啦，妈妈，我先去了。好好好，去好。哦，啊，这是为啥啦？嗯，啥？我要甲你讲吼，最近哦，阿姨人无爽快，你功课家己好好写，莫搁了伊生气，知无？哦，我知道啦。阿公阿妈刚才有跟我讲过。纱布衣
还有奶瓶，还有做这些玩具，这本来都是爸爸妈妈要买给你的，但是现在你已经用不到了。你就看牛爷，我知啊。爸，爸，好久了。今天，今天，来来来来。等会我去把你照起出来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好，请假，无你等下，我妈，我来就好啦。阿伟啦。小平，啊，你顺便照顾看下鸡汤好未？啊，然后你顺便翻去给恁大嫂啉啦。哦，好啊。啊，买啦，出院啊！对了对了，我拄只吼，才介入出院的。亲家亲妹，我今日专工吼来甲恁啊国辉吼画一下实例啦。啊，即个因为我着想，啊小平佫坚持吼要等下厝内底甲我讲，我说害恁厝内底发生这么大个代志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亲家，啊你着想敢是你原因？啊买啦，囡仔无去，迄嘛是意外。跟你跟小明拢无关系啦，那也无关系，我去共惊着，加减拢忘记。是啊，其实小明的心内伊嘛真艰苦啦，啊，若要怪你，就怪我就好啦，拢是我无细腻去跋倒伊。啊，这个啊，你受伤哦，甲别个受伤同款啦，人若咧衰吼，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安详。大哥，啊，你讲话如果你公正客观嘞，那我说较早，你这都怪东怪西，怨你怨爹，对吧？哎，我已经失去两个囡仔，你这个阿哥过嘛是爱过啦，哦，啊怪别人搞我。哦，来小妹哦。好啊啦，啊大哥就是艰苦啊，你莫去讲啦。妈，我先捧鸡汤去给大嫂啉。好，去。不要捧汤啊。妹呐，你陪爸妈。你闲呐，莫安尼顾着着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是惊小平捧鸡汤大嫂恁，啊大嫂用鸡汤替洗身躯。拜托，干嘛严重？不对啊，你大嫂敢是这种人？嗯，我好紧啊，我小平去哩，我相信伊知影要怎处理啦，哦。替你炖的鸡汤，汤小弟吗？我无想要吃，退出去。大嫂，你即马身体较虚，你若吃袂落，无汤给恁挂。你别俩总讲，你即马对我好，我都会原谅你哦。大嫂，真是嘞。你这么搞回事嘞？
有啥物路用？我爸爸已经无去啊！我无想要看到你，我嘛无想要吃你摸过的物件，你出去啊无？大嫂，你莫激动，恁身体袂好。我爸爸已经无去我巴肚内面啊，你免阁撩开人啊！大嫂，我嘛是捌失去过囡仔的人，我是无可能存心害你的。我早就知影，你对我做不完的呀。但是是安怎，你会这尼啊无良？我是因为有事，你那也袂稳定，才拜托你分担出来的工课，想到你的辛苦变这尼啊凶。大嫂，我真正无遐尼歹心，甲无良。我相信你嘛知影，只是你即摆较艰苦，所以才安尼讲的。啊，不过我袂怪你，因为你的痛苦，我比啥拢较了解。只要当互你较好过，连我做啥我拢愿意。你敢会用你，搁我宝宝嫌我，啊？你无法度嘛，所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可能较好过。这本妈妈手册，买给无路用啊！我本来做欢喜的。我足期待这个爸爸会当来世界，所以我替爸爸买足侪伊需要的物件。不过即摆呢，用袂着啊，啥物拢用袂着啊！大嫂，你莫来折磨你家己啦，大嫂。蔡小平。那不是你，孩子被变成安尼，这拢是你害的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！我出去，大嫂，你花钱用。你别偷偷摸摸的物件。这是的，我拜托你，你别跟你哥回去了呀，好不好？你都敢回心嘞，我就怒火大。不是我，我一直在欺负你同款。而且，我若原谅你，我爸爸是要安怎？你敢会原谅我？大嫂，你莫白想啦。宝宝，今麦一个提点做小天使，一定就快乐诶，伊不会怪你。你讲啥？怪宝宝好厉害死啊！你害我变成一个无父皆能的妈妈。宝宝，宝宝，是嘞。是妈妈无法度保护你，是嘞。大嫂，你别怪得怪我，别怪你家己啊。手机啊嘞，哎妈，麻烦你电话哦，等我吧。来，接到。哦，我有一通哦，真重要电话要回啦。九三，最近他撞来撞去，撞到无头神啊，电话嘛未记啊。哦，我来车顶头提电话啦。奇怪，那汽车的破。国华，啊，那你嘛拜托伊，顾你妈，你顾条条在创啥？行，
妈妈，请客，恁拢伫遐哈。阿静，我心安哦。小乖，阿静等下再看。哎，杨姨啊，你若有用，照等来了。我有代志要甲国华讲的，国华，你去头顶讲。好。喂，啊，你是要讲啥啦？秘密。啊，我请二嫂替我查一份有关。 泌尿科的医学报告，这是有关个人隐私。哈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来个病啥吧？我叫你别叫，你是无听的哦，你出去啊！别叫，别叫，这个这个。出来。大嫂。 你也是无想要啉，你当卖啉，你敢需要呢啦？国华，不是大嫂，是我。你别替伊讲话啊！对什么情形啊？我用卡拉手嘛知影。是小平，害我胃老天有点上来，该老天，我唔管伊是要怪谁。大嫂，你的跋倒，那是意外，你哪能怪小平啊？ 我一个硕士生，去予恁大哥，都已经真委屈啦。一嫁入来恁家，都予恁大家当作所有人在找家。小平还袂嫁入来之前，都正行当他们是我在做的。我倒的不是因为考试有失，并大败做代志，我真正是因为爸爸还袂稳定，我要好好安胎。 我本来要搁来欢喜讲，等我爸爸若出世，我今日家日子就会搁较好过啊，会让大家看会起我。结果嘞，拢是去啊，替小妹毁掉去，拢是你害的，大嫂，你讲什么啊？好嘞，你啊，好啊，肉，真的啦。 我唔是超工要杀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较冷静一下，莫去伤害到你家己。大嫂，莫去伤心妈啦。是啊，你的心情我能体会啊。大嫂，我甲小平拢捌失去囡仔，你会疼，我真正会当体会。 不过即摆囡仔已经无去啊，你愈放袂落，都会愈痛苦。你讲放倒会当放吗？伊是我身躯的一块肉，若毋是因为蔡小平，伊嘛袂无去啊。大嫂，你若真正要怪，你就怪大哥。 拜托你，莫伫遐随便出气好无？国华，是安怎要怪大哥啊？小平，是大哥害恁爸受伤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甲我讲清楚啊！好。 要讲，就等大家面头前讲清楚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叫我帮你去做啦。啊，上次哦，我伫伊服务处才讲过，好听哦。好好，哎，别啦，哎，你哪会过来啦？杨飞讲嘛，啊，你不是讲要去你讲代志，啊，哪个变到这会落来？这样。 燕飞，伊讲要等大家咪，甲即个代志讲清楚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目睭啊，搁红红的，拄则搁咧哭。问你啊，我话甲燕飞甲我讲，亲家手受伤，是你害的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我啊，我受伤，甲高飞是有啥物关系啊？系啊。 大哥，你的监视器看到着，你刚打了完卡时阵，甲伊阿太派去，
啊，真假唔知影，坐落去才受伤的。啊？啥？病院伊也是你托办去的哦。啊！要惊倒人？你的脚才有力。啊！对。大哥，恁某离过视频跟阮丈人，你到今阁无想讲实话哦。我。阿嫂，真是喜欢面嘞。点点啦，来讲话啦。大哥，我都跟你讲过，明朝这摆画图都跟照相机同款，你敢唔相信？嗯？啥？你是讲什么图啊？我都刚跟你讲，大哥他伊个时阵，明朝嘛伫遐，都甲真个拢画落来啊啦。吼，你明朝遮厉害哦，伊个还做监视器哦。哼，那讲伊外公我都歹死。哎。高伟啊，啊，既然你的脚这么有力，啊，你来不直接去踢阿达啦？以后你踢就歹去啊！啊，阿达你踢一个，就算我无死嘛半条命去啊！阿达，因两个吼是一路的啊！你吼，无这种代志出来，我不能再承认啊！给陈哥回去的，给。啊，陈哥，真正就死嘞啦！我唔是挑工的啦，我哪会知影你会拄啊好去坐到迄条派椅啊？可惜啊，无紧啦，啊坐啊坐，坐啦，还是还是，免搞我费事嘞啦。但我家己嘛唔知影，我若去坐到你搭派椅只椅啊，你讲那唔是因为迄阿达啦，我免检举我破坏公务，我嘛要给迄派椅啊，搁倒去。你哦，你，咱病院的名声拢互你拍败了了。啊对了，亚辉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还是。大哥，你的检讨表示你有良心，啊，不过其实这个代志，你上应该回是的人是大嫂。你之前一直怪亲家要小脾，心内一定是袂得过的。别啦，阿母，安尼啦，别啦。不怪。你之前一直替亲家甲小平讲话。大嫂，我唔是想要害我某冤家，我想要甲你讲，今日不管是阮丈人，也是你跋倒，这拢是意外。你咧挂来挂去，根本都无任何意义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国华即摆讲这句话哦，上讲多啦，哦，莫挂来挂去哦。你误会，你真正就超过咧。飞啦！飞啦！关心你，紧紧对去啦，紧的啦！飞啦，快来啦！飞啦！真是哦，哎，不行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把代志拢讲伊个抓出来，我讲海丽甲小平安尼好飞啦，快来快去，歹势。我甲小平是袂计较啦。阿嘛无啥，啊！不过我要甲亲家甲亲母小提醒一下，你即阵啊，多加关心伯啦。当我这伤是无算啥啦，啊！不过伊即摆心内受伤，若要好起来吼，也真困难。多谢你的体谅。啊，无时间无早，安尼我先来等。好。小平啦，紧紧，上一班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水哥，别搁哭啦！你看你目睭哭到肿起来啊，我也唔甘呢。你别插我。看安怎拢想袂到，
这小林三亿万，既然都是为你开始造成的。我嘛不知影代志哪会变到安尼。你知无？安尼讲起来，咱的爸爸是去让你害死的，你知无？妈，你讲啦！你安尼讲，我心内足艰苦的呢。我的心比你更加艰苦，比你更加痛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甲你信任啦。看你要安怎甲我处罚，拢好唔啦？我要做牛还是做马，拢好唔啦？你莫搁再艰苦啦！你莫搁加我。我袂啦！你甲我放开！袂啦，我袂放你一个人啦！我的心都疼，我的心都疼，你知无？我知你足疼的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到底哭吼，都哭哭出来啦，哭出来较快活，哭出来就无代志啊，哭啦哭。妈，多谢。郑贤，咱公司即阵嘛虽然有咧开发南澳的市场，啊，不过甲旧年同期比起来，业绩是差两成。这个问题我嘛注意到，即马公司是我的烦恼，一定要想办法，甲业绩救回来。其实咱公司的产品在市面上的评价袂歹，啊，不过甲进前政府来系列比起来，也是比袂过。所以我咧想讲，咱信美集团是不是要把金虎兰系列商品重新销售？妈，其实我嘛在想，啊，不过加分有着林明德代志，一直真排斥金虎兰系列商品，那是要说服伊，恐惊无这么简单了。啊，不过业绩安尼一直立，董事会一定会骂你啊。咱一定要赶紧想办法。我加班答应这件代志。郑贤，妈，你嘛伫遐？是啊，我等你甲郑贤讨论要重新销售金虎兰系列商品的代志。为什么要重新推出金虎兰商品？我反对。嘉芬，咱公司今年业绩甲去年同期比起来，差袂两成的。这不是理由。之前信美集团无金虎兰商品的时阵，业绩嘛拢袂歹啊。我相信，只要咱家公司的产品品质够好，嘛是有法度伫个市场徛起。嘉芬，金虎兰系列的商品，无论是伫个国外是国内，拢捌得过真侪奖，而且嘛是咱信美集团的主力商品。虽然咱公司其他的产品的品质拢袂歹。啊，不过一般的消费者拢已经惯习啊，所以根本都比袂过。妈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信美集团无进货的商品，公司就会倒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嘉芬，你是较冷静的。我知你无想要接受任何甲林美德有关系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你是董事长的，你为着公司的利益设想啊。那是为了苏林的文员意气用事，安尼是影响到规信美集团运作，甲员工福利，你知无？郑贤讲了真对，谢平在信的时阵，伊嘛捌讲过，只要是对公司也是员工有福利的代志，无论是偌尔困难，拢会尽量去做。所以，重新销售金虎兰系列商品的代志，麻烦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相信安可也是搁伫个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一定卖赞成。其实我进前会全面停售金虎兰商品，搁有一个上重要的原因。除了林明德以外，没有人知道萃取金虎兰精华液的技术。就算今麦要重新行事，也无法度啊！
想袂到，林明德伊这么干巧。当初是恁两个人已经结婚啦，伊嘛做到信美集团的总经理，竟然阁会逃场无？嘉芬，林明德敢有可能将这部分的资料藏在伊的旧厝？伊甲伊厝的人关系不好，应该袂交这份资料交还。我想起来啊，他之前曾经把萃取技术存在一个硬碟里面。那不过后来我在整理伊的物件的时阵，并没有发现那个硬碟。林明德，你告我银行的保险箱。应该有吧。安尼，一年是藏在保险箱内底。嘉芬，你敢有保险箱的密码？我唔知影。而且，即马林明德变甲安尼，就算咱想要问，嘛问袂出来啊。另外。董事长、财务长、总经理，秘书呢？敢有啥物代志？不过总经理，我准备确定一件代志。林明德伫咧做总经理的期间，有一笔800,000的海外汇款，到即马还查袂出伫倒位。李主任，你是公司的财务主任，啥物代志发生遮尼久？即马来甲我讲啊！当初是林明德甲我讲，董事长交代。袂当有任何人知影，而且文件顶面阁当有董事长的影，所以我一定是我人无爽快，把公司交予林明德管理的时阵。你是公司的财务主任，啊，资深主管呢，这么简单就可以骗去？伊当初林明德是总经理，我只好听伊的，而且伊当初阁利用国外银行来你洗钱。说来说去足歹查的，所以我才会查到这么较查到。你这么随意把这800,000的相关记录，拢查好清楚再回来给我汇报。是。妈，你看林明德敢有可能？把这800,000的汇款资料，拢藏在银行保险箱内底。有可能。安尼一定要想办法，把这保险箱拍开。是安怎？我到今嘛，还是无法度跟林明德脱离关系。院长啊。咱做伙来食饭好无？我即马食袂落啊，办公室阁有公务要看，已经传麦去食饭就好啊。嘉芬，你无爽快着？那面色遮歹。无啦，我无代志啊，恁紧传麦去食饭。那无等一下炸物件转来吃。桌顶的资料收收的。
小鹿，你还袂食物件，哪来食药啊？我紧啊。什么不要紧？你若达变空腹食药啊，吼，啊，拢会晕。我都时间到，都爱食药啊。上个礼拜拢买遐吧。都足侪人咧排队啊。好好好，来来，先食啦，啊，边食来。明天，你精神来呀？明天，明天，头壳还阁会疼袂？明天啊，青龙啊，哪会拢袂用啊？哟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你看，你阿公阿妈有咋来呢？啊！你看啊！明天，你嘛小英子嘞，啊，哪会搁安尼啦？啊，明天我啊！你嘛点样哦？家己吓吓家己啦，还搁在喘气，可能困起来啦。啊，手术进前都好好，啊，来手术了，啊，煞变安尼啊！哟。我来问医生看嘛。美婷啊，虽然知影明德用他的危险嘛。不过不知影伊手术后的状况是安怎，即马林家的人拢未主动甲我讲明德的代志啊，我嘛无适合打电话去问。阿伯哪会这么着急？敢是明德搁出什么状况啊？记得啦，人啊老吼，拢会安尼啦，无代志啦。你小姐姐啦，咱个无用啊。啊，我是干那要捡平棍尔尔，我来就好啊。医生，赶紧。啊，医生啊，我好心来安尼啊。人目睭开开啊，不一定是清醒的，伊有可能在做梦啊。啊，你若叫，伊拢无反应，啊会恢复到啥物程度，就真歹讲，要继续观察。哦，啊，伊即摆安尼无危险啦吼。目前啊，还阁真正常啊，啊你免烦恼，我会请护理师加注意个状况。啊，多谢你。老妹啊，啊你来遮？就。我拄好要去做产检，啊，经过门口的时阵，看到阿母跍伫个涂骹，所以就紧入来甲伊看一下。小鹿啊，啊你干啥嘞？哎呦，啊都头壳晕哦，脚袂记得啦，食药的关系啦，我小等下食饱就好啊啦。嗯，啊你真个食药啊，都毋捌晕到遮尔严重，我带你去医生看一下啦。哎呦，唔免遮麻烦啦。咱都伫遮来看者，啊，伫楼下尔啦，啥物麻烦？我都甲你讲唔免啦，我要顾明德啊啦。明德即摆咧困，啊无，我先替你顾者啊。啊，也唔过。啊，嘉芬啊，啊无，再拜托你吼。
小路啊，行啦行啦，来看一下。哎呀，奇怪，这份人呢，都像是看伊为这行来。晴雯啊，啊，咱安尼麻烦干嘛？阮刚好，我看卖啦。我嘛无想要麻烦伊啊，啊，不过伊拄仔就甲我讲，你吼人无爽快啦，啊，我也无甲你带来予医生看，我心肝头会不安啦。来，紧来看，紧起来，莫耽误加阮伤济时间，紧行。好啦，行啦。神啊，嘉芬甲林家人好好啊，伊毋是做婚姻明德、做去引导的人，哪会态度汹涌去改变？这甲伊巴肚内的囡仔，敢会有关系？嘉芬巴肚内囡仔的爸爸到底是啥？快点想办法确定者。林明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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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知影我即马偌心疼你？因为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。所有的代志，拢甲你无关系啊！林恩，承担过去的一切，万免为着未来烦恼。林明德，敢知影我即摆心情有偌乱？甲你离婚了后，我不了真。当两个人从此恩断义绝，不过并不是安尼。我跟你有缘，无缘安尼就结束，你知无？原本阿珍跟我真心了好。对他关心的生活，不过我抱到来囡仔，李明德，你叫我是安怎甲郑贤讲？你叫我是安怎甲伊开嘴？你这么爱我，这么疼我，你知影？你要做爸爸的时阵，伊有偌欢喜，偌期待，结果所期待，不是你的囡仔。才是哪知影，这个囡仔是你的。你明德，你有我偌大的痛苦，我拢承担。为当初，当初嫁予你是我家己讲，是我家己选择的。不过，因为这个囡仔，我无法度。保证先收拾掉的伤害，
这么简单，才有勇气，搁接受婚姻。这么简单就相信，有人是真心爱我的。你明的，今嘛，我了做我重新所得到的幸福，我真的让你毁掉啊！你给我害个这样凄惨啊！你现在干嘛要把我杀先做啊？借问下，啊，你是啥？啊，我搁签别个啦。啊，嘉芬啊，阿明天也清醒啦。对，甲恁对只讲的同款，只是目睭闭紧，啊，不过拢无反应啦。哦。对啦，阿姆去医生看。医生照顾。哦，也未轮到伊啦，啊，我去提健保卡。海生，我入来检查点滴。哦。拢搞的啦，啊，即马有护士伫个吼，啊，别个叫了你啊，啊，你无用你的代志。安尼，我想来查。哦。有一个亲戚住院，我来甲看一下啦。啊，这个亲戚是安怎住院？伊是地中海型贫血，啊，这是阮家族性的遗传疾病。有做一个亲戚拢有这种状况，只是讲有发作无发作，啊，有严重无？迄个时阵哦，正贤伫我腹肚内时阵，我嘛足烦恼的，一直甲平安生下来拢无代志，我才放心的。我怎么没有听正贤提起你们家族有这种遗传？哦，这件代志我唔捌伫正贤的面头前讲过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拄只我有甲阮迄个亲戚讲，你即摆已经有心啦，伊甲我恭喜呢。啊，不过伊建议讲，上好你是先去做一下羊膜穿刺 DNA 的检查。安尼，你才会知影讲，巴肚内囡仔是毋是健康？假使真正若是有啥物问题，你嘛通好另早做心理准备。我想唔免啦，啊，既然正贤无问题，阮个囡仔嘛一定就健康个。加分，正贤无得靠遗传基因啊，伊即马无代志，无代表讲囡仔绝对无代志啊。这我会甲医生讨论看卖啊，因为做羊膜穿刺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。我会请医生做评估。加分，既然来啊，就去检查。妈陪你来。啊，妈，我公司阁有做些代志，要怎啊挂断去处理啊？我想转去公司啊。公司有啥物代志，你敲一下电话，叫正贤给你斗三工就好啊。阁看妈讲，
嘛是巴肚内囡仔健康较重要，我平常啥物代志，我叫做你替我处理啊。我想转公司啊。加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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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我一下，加分。妈，我今晚不是要跟你讨论这个代志。啊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件代志啊。 加班一听到，我要叫伊去做羊膜穿刺，都开始咧闪避。这巴肚内囡仔一定是有问题。嘛无可能，才拄好来病院看什么亲戚，伊一定是偷偷掉下来的。妈，你根本没有什么地中海型贫血的遗传疾病，对不对？听他安尼讲。 你俩中国是咧跟你讲啥笑？真的是假是咧？我甲正贤结婚之前，你应该就已经结婚去做婚前健康检查，哪会得到这么才讲？拄则第一病院的时阵，我唔是已经讲过啊，是因为阮迄个亲情一提起，我唔才想起这件代志。我唔相信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哪有可能袂记？嘉文，地中海型贫血分两种，一种是严重，一种是清醒。 啊，阮正常来底有去得着大部分拢是清醒，所以只要平常时吃物件时阵较注意就用的。既然安尼，你是安怎伊爱我去做检查？我只是叫伊去做一下检查，你哪能力抗拒？我就甲你讲过，做羊膜穿刺对胎来说也有一定的风险，那么必要，根本无需要保险吗？ 那呢，咱应找上好医生来帮你做羊膜穿刺。再好的医生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绝对没有风险吧？你若是袂放心，咱就来庆鸿医院找林国进医师帮你做羊膜穿刺。你敢伊嘛有熟悉？伊帮你做，你就较放心啊。妈，我无想要阁看到林家的人，嘛无想要阁甲伊有任何接触。敢真是安尼？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 你到底是咧怀疑啥？你直直讲，莫在遐等我找噶。我无在怀疑啥，你袂记咧啊？进前是你家己讲的啊。林明德虽然做了真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也毋过林家其他的人拢对你足好的啊。莫再讲到林明德啊！我无想要记着伊，我嘛无想要听着伊的名。你莫再对我面头前提起伊。这边安定。 医生啊，阮新妇甲伊巴肚内囡仔有要紧无？从小是头部外伤，并无严重，阮拄则外做超音波检查，巴肚内囡仔无代志，你会晓放心？Miss Lee，患者到目前为止，敢拢无进展起来？拢无。医生，是安怎阮新妇到即满拢无进展？是毋是还阁有其他的状况？还袂检查出来？经过阮的 X 光检查，目前无发现有血肿，应该是伊的精神状况不佳，加上有受到惊吓的关系，我们会继续来做观察。多谢你。
对啦，医生，阮媳妇本来是要来做检查，敢会用麻烦你？恁想要做什么款检查？嘉芬只是外伤啦，伊甲巴肚内囡仔拢无代志啦，拢是我唔好。第一开车时阵一直甲伊讲话，才害去伊冻着。车好先生，你嘛伫车顶啊？是啊。你有要紧无？我无代志啦。啊，嘉芬伊人来？嘉芬伫内底啦。讲，嘉芬是因为身体受气，又搁受着惊呀，你让伊加休困者，别吵伊啊。嘉芬，你真是他。那真哩无细腻啊！我丢，囡仔哩，囡仔有要紧吗？囡仔真平安啊！刚才你甲巴肚内囡仔拢无代志，要那无，我真正无法度管着我家己。嘉芬，是的啊。因为我真正足烦恼囡仔的健康，所以我才会这么着急。妈，你哪来讲啊？爸爸是安怎？是因为恁表兄有地中海型贫血，这是咱家族性的遗传疾病。我今日加班巴肚内的囡仔嘛去遗传着，唔才叫加班来做羊膜穿刺的检查。我知影讲，就算巴肚内囡仔检查出来有问题，嘛无法度改变什么事实。啊，不过我只是想要知影一下。嘉芬，拢是我唔好，我不应该在你开车的时阵，一直跟你讲这件代志，都是我唔好。妈。囡仔平安就好啊，这个代志莫甲讲好吧。无说你，才会做这好的，是我的错吗？我是把家己做伤的，别怪，得怪我家己，我是我不对。你妈的，我袂想啊！郑贤。我想来甲医生讲，加班变清醒啦。
敢不知影，我的压力真的足大的。我知影，妈伊毋是超过伊要互你压力的。你若是无想要做检查，就莫检查。我会甲妈讲，吼，叫伊以后莫阁提起。你是阮太太呢，疼惜你本来就是应该的，无对你好是要对谁好啊？安怎？难不成快？我来叫医生。来叫医生啊！是，我刚刚掉巴肚内底，爸爸来叮当。真是。嘉欣，宝宝跌疼了，我敢不敢掉？宝宝，我是爸爸，你要认得我的声音，要乖哦。真是真真疼我，真哩期待一个囡仔出世。我若甲代志的真相讲出来，一定无得接受的。而且安尼。跟李明德就永远牵扯不清了。不用的，我早就不用讲出来。我应该要把这秘密永远藏在心里，不用让任何人知影。医生讲你目睭白金金哦，不一定是精神啊。啊，即卖安怎啊？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就好啊。阿爸莫甲你吵吼。阿伯。哎，小卢啊，啊你来啊。我拄则去找阿嬷开讲啦，阿嬷讲哦，即几工啊，你甲阿姆拢伫咧病院照顾明德，毋知有正常食饭无？我想讲买一寡食来，则有饭有面，还佫有水果啦，我看食哦。真歹势啊，嘿，还佫有你专工早起抓，来来来，阿姐啦。你毋免甲我客气啦，阿明德开刀，明星哥即几工啊拢咧办代志，无伫咧厝诶，我来看甲看买嘛是应该啊。啊，阿是。我明星啊，拜托你来啊！啊，这明星啊实在了，啊，都话讲有我伫个，伊免烦恼，啊，过来麻烦你啊。好啦，阿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啦。啊，我拄好有代志要请教医生，所以就来看看啊。哦，呢。对啦，啊，即摆面着有较好无？啊！医生是有把迄脑部的血胶啊清清出来啦，啊手术了，王姐精神啊都搁困去，啊这医生哦，我需要搁观察啦，哦。看伊困到这路面呢？有啊，啊都唔知你添啥咧？王姐目睭金金，啊，甲伊讲话吼，啊不要甲阮应啦，啊所以我甲你阿姆是啊，足烦恼的。阿伯，你莫烦恼啦，明天这届马上是度过生死关呐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啦。阿姆家探小姐嘞？哦，对啦，阿姆嘞？伊去做身体检查啦，啊，可能哦，啊，正讲啊，照顾明天啊，受过疼，人较无爽快啦。阿姆是安怎啊？我是无代志啦，啊，都读家个会怣有，啊，杨飞哦是建议伊哦，啊去检查一下，啊较妥当啦。哦。哦。啊，即摆人伫倒位，我来甲看卖。哦，
啊，伊遐检查几啊项啦，啊，杨辉甲安排伫遐检查科，哦，八空八啦。八空八。嘿。无啦，甲看，啊，你唔惊食哦，好，我先来，哎，唔免送啊。多谢啦，拜拜。 小露啊，啊你来啦！我拄则去看明德，阿伯甲我讲的啊。嗯，无啥水啊嘞，我来去倒。啊，唔免啦。啊，我小等下要笑长进啦，医生讲六点钟以来哦，袂用啉水的，敢那会用咱咧喙唇淡一下啦。足艰苦的吼。你先休困一下，我来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啦，安尼歹势啦。哎呀，唔免客气啦。 多谢啦，妹。嗯，较好无？嗯，搁一间。妹妹，安尼有够啊？多谢你哦。啊，唔，你唔免甲我客气啦。我嘛平常时拢爱做检查，遮个代志我出来关心关心。等下照肠镜的时阵吼，你心情要放轻松，啊医生讲啥，要有照做，啊一定就会好啊，吼。啊，唔，你是咧笑啥？ 无啦，我是咧笑讲哦，你敢那甲迄个护理师同款专业呢，啊无怪阮明星啊讲哦，你三百六十五行哦，啥物拢会晓做，连泰迪你也会晓哦。哈，明星哥伫你个面头前安尼讲话哦，哼，小哥笑过。伊安尼是咧甲你胡闹啦，伊讲哦，你对阿兰姐哦足友好，头壳哦佫会变巧，啊讲哦讲话足趣味的。 是哦，明星哥安尼讲话哦。嗯，也毋过伊逐下看到我，拢甲我看咧，拢毋捌甲我讲一下。伊甲因爸爸共款，讲话哦拢足含慢，迄嘴讲出来吼，甲心肝内想的哦拢颠倒摆。啊，伊若讲话哦有了咧生气，你千万毋通甲伊计较。袂啦，其实明星哥知影我目睭有问题了，伊对我足关心的咧。 虽然嘴无讲，也毋过三不五时就摕一下物件给我，无就讲笑话，让我欢喜。也毋过我感觉无好笑。<笑>其实老实讲，我拄开始拄着明星哥的时阵，伊常常了我生气。也毋过后来我才知影，伊会遮尔关心阿叔，迄是因为伊足热心，而且足有正义感。 所以，伊才会对身躯边的每一个人，才尔关心。也毋过，这嘛是我毋甘伊的所在，因为伊就关心别人，却等到毋知影关心家己。明星啊，若知影讲哦，你遮尔注意，一定就感动的。无啦，唔，你误会啊，我无关心明星哥啊，我无头头注意。只是若无伊的消息，你的心肝内。 就小可会失望，啊，若伊出去办代志，厝的无人顾，你会来斗关心。我会来，迄是因为伊嘛足关心阮妈啊。阿姆哦，嘛捌少年过，啊，即马只好干来咱两个人。你甲阿姆讲，你是毋是有介意阮明星啊？嗯，恁若问甲遮尔直接啊？ 啊，无别人啊，啊你歹势啥啦？其实，若是有查某囡仔哦，应该有够的，拢会介意明星哥。啊，不过阮明星啊，会条件无你想的遐好。伊捌一个家，遐也无啥。而且明星哥嘛是为着要保护因小弟，毋才互怪。 你袂因为伊有前科，都看伊袂起。当然袂啊，而且哦，等到因为安尼，我感觉足欣赏伊的。
我感觉伊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查甫囝。啊，那安尼哦，阿母是毋是会用拜托你一件代志？啊？虽然阮原先啊外表看起来敢若真乐观，其实哦，伊的心肝内真孤单。伊一直感觉讲哦，伊会甲身躯边的人带衰着。所以准讲，伊若去拄到一个条件好的查某囡仔，伊嘛唔敢表示，因为伊惊伊讲哦，会去害着对方。其实伊甲嘉燕的代志，你煞捌甲我讲过。我知影明星哥过去一段感情，会感觉足艰苦的。我知影，你对阮明星也有意思。啊，若是会用你。是不是应请你较主动的？我是足希望讲哦，你应陪一世人。阿母，恁哪安尼讲啊？我知影查某囡仔哦，拢足惊歹势。不是啊，我是感觉我抱袂起明星哥。伊较早伊个女朋友条件遮尼好，我找也头无悬，而且吼，搁遮尔粗鲁。袂啦，你莫安尼想。明星啊嘛甲你同款，找头无悬啊。啊，不过咱人爱注重的是本性，唔是外表的条件。你先了解伊，敢毋是咧？也毋过。要唔过我目睭有问题啊！医生嘛讲啊，我若是无好我注意，就可能随时阁会压起来。可是我目睭也真正痴迷，安尼毋是颠倒，会去拖累明星哥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伊袂认为讲是你拖累伊，伊会心甘情愿哦照顾你一世人。搁再讲，即卖医学遮尔啊进步。阿母相信讲，你的目睭一定医会好。就算是安尼，伊嘛无一定愿意靠社会啊。嗯，啊，你无试看卖，哪会知？感情的代志哦，是袂用勉强。阿母哦，嘛唔敢保证啥。我只是感觉讲，恁两个人真适配。啊，我的话。你是不是已经考虑一下？这一段麻烦您先提个笔架，搁提一领口服显影剂，你们做肠道摄影检查时阵会用到。好，我马上去，多谢你啊。阿母，我去提药啊。小露啊，多谢你哦。哎呦，没啦。小芳啊，我咧喷净化空间的精油啦，然后电视有咧播呢，伊讲啊，厝内边若喷这吼，气氛会和乐，阿母袂冤家。哦，嗯，不错闻。哎，我要来加买几罐。哦，喷这若真正有效，那我向伊只阿母要离婚。诈骗真正要离婚哦。哦，妈，你思考逻辑真是跳痛的呢。我讲钱也是一个囝，而且你是个月上歹所在去。哎呦，我都真正烦恼你。我哦，今晚连要看家己查某囝，都要等你大官无伫的，才会当偷偷来看你，那实在有够悲哀呢。你想我靠背拄着的，啊无，我甲阿边就歹做人的。当恁大官迄款人哦。迄个性也硬起来，迄讲话是安尼歹亲情嘞，袂输要共人拆家都罢，想挡会掉啊！哎，阿伯啊，有搁提钱的代志，他为难你无？无啦，阿伯妈来找讲讲了，就要搁提起啊。哼，阿笨
本来就无啥物代志嘛，你安尼做嘛是要诱惑我甲恁爸啊？搁再讲，三十万是啥物钱啊？拜托，啊本来你嘛按算讲后个月钱就要甲报倒转去啊。查某囝，我甲你讲，你若真正住在遮无欢喜无快乐哦，做你转后头厝住啦，免伫遐遮看伊的面色。妈，我无代志啊，你免烦恼啦。不过我跟恁爸真正真烦恼呢。哎呦，免烦恼啦，你放心，我变伊好好啊。阿哥，我拜托你哦，就等伊回来，你莫有白讲话哦，较免我阁冤家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晓白讲。阿唔讲哦，我会好好啊甲伊讲。当当时要入去的时阵哦，你讲啥伊啥物拢答应嘞。啊，结婚了，一想起就离家出走，无要管你。哦，那查甫人哪会安尼啊？迄无食着吼，哭哭地啦，啊食了吼，嫌懊悔啦。妈，你是讲啥啦？阿斌对我足好啊，莫烦恼啦。我当然嘛烦恼啊，我今日受委屈，我当然替你出头啊。唉。花开那一时，寒冬渐渐变。